欢迎回来，《全境封锁二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主武器射手步枪配次要武器霰弹枪的玩法，的确能让大家在近中远战都可以有各自的输出和突破。如果想要回忆和参考之前的影片，可以在右上角点一点去看一看吧。好，这一次的影片是要分享另一把 SR 射手步枪的款式和玩法，那就是无需瞄准镜的快射狙击枪法。主武器和天赋 SRSAE 和游骑兵在这一次的实战中又会如何呢？那我们出发看表演吧， Let's go。
agent.好，表演已经是结束了。喜欢这一次的分享和配装，无需瞄准镜的快射狙击枪法。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。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